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我想找一只四十一摊，我们今天来这边吃，得了米其林一星的超贵表，41、42、41，在那要排队。排队，这边是排队的尾巴。41，这是这一家。哦，排队，排队排好长哦，排队排好长，也期待期待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这一家的一些报道跟就是得奖的一些事迹，好厉害哟！耶，我们的超鬼调来了，这家人超多超多，超多很多人。它里面有豆芽、菜、葱，然后跟肉丝吧，猪肉。对，然后跟蛋，很营养哎。好，这我们今天的超鬼表，它是米其林的一星哦。哪个是哪个包那边？它里面有豆芽菜，这是虾米吗？这两盘辣椒炒，一盘虾米，辣椒炒饭，一起蛋，这哪个？哎，有蛤蜊耶。然后还有蛋。然后我吃到那种焦香焦香的感觉，几个是蛤蜊，对，蛤蜊肉、蛤蟆肉，然后再这个是豆芽菜，然后还有一点点青葱，然后这个是蛋，然后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猪肉的肥油在里面，然后再这个就是超鬼雕他的本人啦。
酥脆脆的呢。百美超市爽健奶茶2瓶2.5哦，这个是过年促销。然后这边还有益美蛋卷，有原味的。啊，这个是芝麻。哇，还有蒜香蒸哎，还有大甲芋头酥。他怎么没有拿出来摆？哦，台湾的可乐果。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